仅仅是我们国内的审美，很多国外的女星带有点微胖反而更受大家的欢迎。比如有着美国头号名媛女星之称的帕丽斯希尔顿，之前参加某活动时一身金色的吊带装礼服也是贵气十足。早在2000年的时候，她就已经签约进了川普的模特公司。细心的网友也是发现帕丽斯这一次的现身也是感觉胖了不少。不管是在她的整个身材上还是在她的脸型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。都说女生是一胖毁所有，但是似乎这句话对于帕丽斯来说并不实用。这样的微胖美反而是增加了她的不少女人味，感觉更加有成熟的味道了。不过她并不像那些好莱坞明星一样享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，电影作品也是少得可怜，但是这也丝毫不影响她在美国名媛圈的位置。这样的颜值和身材相信也是深受很多成熟的男性